新春来奥迪 4S 店，我们左上角福袋的话可以参与一下，就是领奖啊。见过主播本人比直播更好看哦，是吗？谢谢，还行，呵呵，我上镜比较胖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和关注，左上角福袋可以参与一下领奖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呢是位于卡子门大街的华兴顺兰奥迪 4S 店，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啊，然后左上角福袋都可以参与一下抽奖。对，谢谢大家，抽到福袋的宝贝可以送送咱们粉丝灯牌或者小礼物啊。嗯，是的，手里面有粉丝灯牌的朋友们都可以给我们点亮一下。对，就是关注过的左上角的黄色小爱心，点开来就能赠送咱们的粉丝灯牌啊。是的，没错呢。然后就是喜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天，就是聊聊有关车子方面的一些问题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更喜欢哪台车呢？就是对我们这个，咱们4:15可以带大家去统一看一下咱们奥迪的一些车型啊。有任何关于车型上的疑问，或者价格上的疑问，或者想看车型，都可以扣在咱们的评论区，是的，带大家一一去了解一下的。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，聊聊女人吧，都是没对象的。进店需要核酸吗？进店的话是不需要核酸的哦。对，只要咱们扫一下咱们的场所码是绿码就没问题。是的，没错。嗯，就是大家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和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点赞关注。我们现在这边是位于卡斯门大街的华兴深蓝奥迪 4S 店，喜欢我们的都可以来我们店里面直接看看我们的车子啊，是不需要核酸的。嗯，是的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手里面粉丝灯牌可以给我们上一下，然后包括左上角的一个福袋，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领奖啊。对，是的，谢谢大鲨鱼的关注，谢谢陈福的关注啊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关注完的宝贝也可以说说话，是的，他就每天都在关注。